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 今天是猫咪大战争时间。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好的，各位，那么看到现在画面上这个，不用多说了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第二只超级犀牛进化。哒哒哒哒，不吧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第二只超级稀有的进化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了幻影阿基拉。然后他现在这边呢需要的素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素材真的是很麻烦。你看他这个光蓝色就要十颗，黄色就要八颗，然后彩色的要五颗，哇，然后还要100万的经验值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么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呢？我们就要准备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它原本是体力减少的话，攻击力会大幅上升，然后是范围攻击，然后我们待会，然后进化之后呢，会多一个善于攻击异星战士，它本来是没有对异星战士伤害提高的，然后再来是波动伤害无效哦，各位，好不好？那么为什么要进化这一只呢？其实是因为。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一只角色进化之后超级帅，好不好？但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现场直接来超级稀有进化，然后看看他到底有多帅。来了，超级稀有进化阿基拉！哇哇哇哇！发光了，发光了，好帅哦！他的那个武器。预言阿基拉，他的武器发光了，发光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带着他上场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帅了。来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看阿基拉到底有多帅喽。Let's go， 阿基拉，预言阿基拉，他妈的发光了，发光了，阿基拉，阿基拉发光了。然后还要四，又被喷的都是口水，还要4860块才可以升级。来，先叫一只出去啊，给他们挡着。来了，各位，来了，我们的阿基拉准备出来了，各位，来了，阿基拉，阿基拉，巴蒂蒂阿巴杜，哇！好帅啊！这是怎样？来，我们看他的攻击方式。那个，他小怪怎样被？哇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哇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他一举起来，举起来，然后 biu 咚！哇，好帅哦！他怎么有点像是那个杰洛？有一点杰洛的感觉，哇，好帅哦！而且他是波动伤害无效，目前呢有波动伤害无效的角色非常的少，好不好？哇，怎么被戳死啦？来了！哇，而且他是范围攻击，好帅哦！哎，你看他那个武器啊。它会有一个抖动，它一个抖动，它是急嘣急气，然后发射出去抖动一下，哇哇，这个也是一个帅啊，超帅哎！而且它身上有武装，感觉超帅的，看一下，急气，然后伸出来，然后缩下来抖动，哇，猛的各位，哇哇。帅，这只怎那么帅啊？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玩猫咪大战争到现在呢，我们所进化的第二只超级稀有啦，是我们的这个阿基拉，预言阿基拉。那么第一只呢是我们的这个超人白骨猫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化的呢，就是我们的。圣龙王美基多拉，好不好？那么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啦。
这个圣人王梅基多拉，它的造型看进化之后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升，主要的提升应该是它的能力值啦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超级稀有进化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呢，真的很帅，如果喜欢这个角色的话，一定要把握他们的转蛋时间，然后来获得抽到这只角色啦。那么再来，大家就准备期待我的第三只超级稀有进化吧。我们下次见啦！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